今天晚上加餐啊，给你做个红烧猪脚吃。现在这边来了，好吧，在哪里，博弈？然后把这个被子粘一下，我们就拿回去了。快折一折了。好，走，去接弟弟。张润，走啦，快点，红润。妈妈，好，不好意思。妈妈，哎，好，拜拜。因为今天接他哥哥去了，作业没写完。然后那边过马路，不好意思啊。哥哥在下面，走，快点，走了，博弈。你还抱着被子去玩呀？走，赶紧走，回家。爱吧。啊？你也要去玩呀？走吧，回家了，快走，走走走。回家喽。好，哭了吗？都怪陈博弈，他写作业，然后。对啊，去等他了啦。然后今天二宝老师都说我了，他说你要我下次早一点去接他。博弈，你下次你必须给我快一点写完作业啊，听没有？宝贝，宝宝乖。爸爸妈。我掉没了，我嘞，哪吃了？哎，我给你烫着嘞，对不对？还可以，还可以是吧？
星期一你读书啦？真的好半球啊。